据相关媒体报道 ，Jolin 金曲奖不走红毯。经纪人表示 ，Jolin 一直对红毯不像上台表演一样充满热情。昨金曲彩排后，看到金曲红毯，问了自己走红毯的意义是什么，想了一晚就得到今天决定不走红毯的结论。蔡依林此番作为境界格局比那些在红毯上抢镜的明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希望她一直唱下去。非凡娱乐实时报道。